发现一只毛蛤蜊啊，这个差不多一斤重，确实很大，带回家。石头底下有个大家伙，太凶暴，一上货，哇，好大的一只赤小红呀、啊！这个发现一枚紫色的派大星啊，这样的海五星是可以食用的。下面就是它的触角，这里有条爬行的痕迹啊，这里面肯定是有货的，看看是啥呀？好小啊，一只小香螺。看看这条鱼啊，这是一条哇，这大嘴巴，这是鳄吧？它叫龙尾鱼啊，看看它这长长的大尾巴。